咁多位传媒朋友，大家好，喺度咧，欢迎大家嚟到 Feel TV 出席我哋嘅大型偶像育成节目 Creatures by Leodom AI 美容护肤平台呈现全民造星四嘅记者会。喺度咧，亦都同睇紧 Facebook Live 嘅观众打声招呼先。我 Dennis 余峰喺度咧，代表 Feel TV 正式欢迎大家啊！咁讲到真系受欢迎啦，我哋全民造星。過往三季絕對是大受歡迎啦，一班參賽者啊，佢哋嘅熱血追夢過程咧，絕對係感動咗好多嘅觀眾噶。咁睇住咧，佢哋一步一步成長咧，更加係掀起咗全城熱話、全城嘅追星熱潮啊！咁嚟到今年啊 ，Feel TV 就會投放更加多嘅資源，透過一系列嘅嚴格訓練啦，選出我哋嘅女團成員，佢哋咧最終就會以女團啦同埋係個人嘅身份加入娛樂圈噶。全力進軍歌影視多個界別，繼續咧為我哋香港嘅演藝事業注入新力軍啊！咁啊，雖然咧全民造星四暫時咧就未有得睇，但係喺咁多個報名人士當中咧，我哋嘅96強參賽者喺今日咧就希望率先透過呢一個場合咧，同我哋嘅傳媒朋友啦，同我哋嘅網民，同我哋睇緊 Facebook Live 嘅觀眾咧打聲招呼先。嚟到81到90號啦，我哋有請 Ash 阿 Mike。何佩、Val、Abby、Michelle、YoYo、Jackie、安希婷、Christine。今天就有96位嘅參賽者同大家見面啦，佢哋都絕對係我哋喺海選入邊精挑細選出嚟嘅。咁我哋而家有請咧10位嘅女孩子咧，望下我哋嘅右手邊先，有我哋左手邊 Facebook Live 嘅觀眾啦。咁之前咧，可能好多睇緊 Facebook 嘅朋友都知道啦，睇佢哋嘅 BB 靚相啊，究竟邊個打邊個咧，都幾好玩嘅，估下今日會唔會有啲嘅 tips 咧？好，我哋望我哋嘅正中間先，有我哋嘅傳媒朋友。好，我哋再向我哋嘅右手邊咧，木瓜字，望影咗。我聽到要求係咪呢邊？我哋望多次左手邊先，係啦。我哋要照顧到咧，我哋所有嘅傳媒機構嘅單位啦，都希望喺今日咧。为我哋咁多位参赛者咧，为佢哋喺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嘅印象，就等于我哋嘅节目一样啊！好，有晒靓相，有晒啦嘛！好，我哋 thank you 81到90號嘅参赛者。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为大家介绍咧今日咧最后6位同大家见面嘅参赛者啦。好啦，头先提到啦，我哋一班嘅参赛者96个女孩子，今日咧就会为大家咧。是送上他们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就是全新 Arrange 的前传，这个时候呢将个台交给他们。
害爆发十倍供电，王座只得一位，在大时代到来，未求问谁未看见，呜、参透秘密后，像烛光变曙光再发光。Look at me, look at me， 就算多刺眼。Look at me, look at me。强力，我明白你讲咩啦，回春嘅感觉啊！好，我哋 hold 住一个 pose 先 ，hold 住一个位置先。呢、這个时候，九十六位参赛者可以翻到去你哋原本设计好嘅队形嗰个位置嗰度啦。因为咧喺今日咧嚟紧，大家将会咧系一齐踏上呢一个比赛之路咧，一齐成长。咁但系率先啦，今日都为我哋做星四啦呢一个九十六位参赛者今届咧影一张嘅颁奖先。好啦，我哋有请咧。九十六位嘅参赛者可以咧，去翻我哋咧刚才咧为大家排好啦，最整齐、最靓嘅阵容。咁务求喺今日啦呢一个第一次正式同传媒朋友见面嘅机会当中咧，为大家九十六位啦影一个咧充满住纪念性一刻嘅相。因为咧喺嚟紧嘅节目嘅进程当中啦，呢张相嘅人数的确系会有改变嘅。不过大家对于想赢嗰份嘅决心系唔会变嘅。好，呢、这个时候我哋一起向我哋嘅正中间目光一致，好似望住个冠军宝座咁样望住佢，将最大嘅毅力同埋嗰个勇气啊都表现出嚟啊！好，我哋一起望向正中间 ，keep 住呢一个气势先。好，跟住我哋一起望我哋嘅左手边，有我哋 Facebook Live 嘅朋友。好啦，今次我哋一齐咧，同我哋 Facebook Live 嘅观众咧打声招呼先，好唔好啊？我哋挥下手，同埋不如咁样啦，震撼啲啦，俾九啊六个心出嚟啦，俾我哋嘅朋友啦。呢、这个系，哇，唔止添啊！我数学差，九啊六乘二啊，睇嚟系。咦？有人坚持唔做噶喎，要赢噶。正如头先花姐所讲，即系唔同嘅类型嘅女孩子都齐集喺度。好，当然要望埋我呢边啊。呢度系唔该，系望住我嘅，系纯粹系个人利益，系啦，其实唔系嘅，因为呢边都好多传媒朋友喺度嘅。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再响正中间再补多一张相先。好，跟住以下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咧就系亦都会邀请埋我哋嘅导师、评判、我哋嘅节目主持强尼啦，我哋仲有花姐同埋阿 wing， 以及系。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鲁廷辉先生请合照。嗱，呢个拍手掌位我系冇 Q 过嘅，大家都非常之精准啊！知道边个位个掌声就要出现，非常好啊！一阵唔好俾佢停啦，拍多阵先啦，系嘛？耶、yeah ！好，有请我哋咁多位朋友望向我哋嘅右手边啊，我哋 Facebook Live 嘅观众。我哋一齐望向我哋嘅正中间，我哋传媒朋友喺度再次多谢咁多位传媒朋友喺造星咁多届都系对我哋非常支持啊！好，我哋右手边，好，今日都非常之开心，我哋嘅节目赞助商能够抽空出席活动，有请 Gracious 母公司 New Dawn 集团董事兼总经理兼创办人林明胜先生同我哋影张大合照嘅，有请林生。
好，我哋一齐望下我哋嘅正中间影一张相啦。好，喺度代表 ViuTV 再次多谢咁多位嘅传媒朋友同埋 Facebook Live 嘅观众支持我哋今日嘅记者会。Gorgeous by New Dom AI 美容护肤平台呈现，全民造星势，好快就要同大家见面。记住留意住我哋一班女孩子嘅追梦过程啦！喺度再次多谢咁多位，我哋跟住咧就会安排访问嘅时间嘅 ，thank you。